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的 Cisco 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不自知但十分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移动速度。经过长时间对我自己很多学生的观察，我发现大多数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玩家都有一个相同的习惯，就是左手一直按着键盘方向键，很少松开或者按反方向键急停来打断一直往前冲的趋势。整个移动过程中基本没有任何的节奏变化，全程要么一直大脚步，要么一直进步走。这样的游戏习惯其实非常的致命，无形之中给我们创造了许多劣势。那么到底有什么弊端呢？首先，移动没有节奏变化，一味的向前冲会导致我们虽然走出了掩体，本该把准心移到可能有人在的地方，但这样一来我们的准心移动来不及跟上步伐移动的速度，也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完成每走到一个位置该完成的搜点任务。往往人走出掩体后暴露在对面常规站点视野内很久，才把准心移到预瞄点附近，整个推进搜点呈现为一种形式主义搜点，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作用。第二，由于我们一直保持始终如一的移动速度，没有任何节奏变化，这就会导致我们丧失在走出掩体前要准备好对枪的意识，在每一次走出掩体时都缺乏对枪的准备，也就成为了我们对枪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三，一直没有节奏变化的移动也会导致我们抓不准什么时候该急停这样一个节奏，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放慢脚步，完全能够留给自己反应时间去击杀站在非预瞄位的对手，但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急停的准备，导致我们下意识一直按着方向键，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急停，等到看到人了以后才反应过来要去急停，那肯定就死路一条了啦。这样一来，大家应该已经充分了解了一直按着方向键马不停蹄的坏处咯。一定要牢记，除了突破以后一波进点或者需要抢点时，我们完全可以放慢我们的推进节奏，走走停停，将跑步、进步、急停相结合，你的推进将会变得完全不同。插一句，大家如果水平迟迟提升不了，可以来报名我的私教课，我会系统化教会你到底什么是玩好 CSGO 的操作基础底层逻辑，刷新你的认知，效果立竿见影。关注爱，让你的 CSGO 赢在起跑线。